我叫永欣，身高159公分，体重45公斤，很喜欢跳舞，然后我还会一个特殊的才艺，就是模仿马骝跳起来的声音。嗯嗯，是不是很像？好，我选的是梅花。大家都说我比较适合可爱一点的风格，然后如果要酷的话，其实我也酷不太起来，比较适合就是少女一点这样。六，我的能力也没有到非常强，然后可是我觉得我也没有到非常弱，所以就取个中间值，可以有机会更进步这样。我希望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，可以见到我的偶像防弹。我希望于永欣这个名字可以让更多人知道，然后更多人认识我，然后知道我是谁。